大家好，我是戴野猪。本期视频带来的是新版本游戏外的隐藏原始福利，新朋友请仔细看了，老朋友可以退出，反正是每个版本都有的那些东西。这里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雷神和伞兵，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，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还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有什么原神问题可以问我。首先是官方社区的三个活动，飘然踏绿荫，手牌预演可以获得80原石，签到福利这里连续签到18天可以获得60原石。接着是某博的三天签到活动，可以获得80原石，限量300万份，持续7天。参与方法如图 ,1234。接着是后续新版本的前瞻直播300原石兑换码，预计在23年1月份，直播时间晚上8点到8点50，会送出300原石兑换码，和防沉迷同学上线时间重叠，所以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大家请放心，我会第一时间把兑换码发在动态，让每一位关注的朋友都能拿到。同时还会把一小时的直播内容精简成几分钟的视频，让您一目了然，节约时间。然后在 B 站搜索原神 UP 主激励计划查看详情，打开以后往下拉，在这里点击报名啊，一定要点报名，然后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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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参与的方法啦，可以像野猪一样投稿视频或者参加直播，奖励还是非常丰富的，不过需要去抢，这个就要看运气和手速了。投稿视频完成任务也有上千的原石可以拿，不想直播和投稿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参加底部的抽奖活动，只要完成这里的任务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，运气好的话大奖直接带回家，对不对？另外首次分享米游社大地图标记可以获得20原石，还是在米游社首页点击大地图，然后在大地图上随便创建一个标记啊，随便弄随便输入名字，完成以后进行分享就可以获得原石了，会发送到你的邮箱。还有这个50原石的兑换码，没有兑换的新朋友可以兑换一下，每个账号只能一次。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石活动资讯攻略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看看，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。